要分享我们的道德小评估，屠妖节。屠妖节也称为万灯节，是庆祝以光明驱走黑暗，以善良战胜邪恶的节日。印度教、新都教、奇南教、锡克教和尼泊尔的佛教信徒都会庆祝屠妖节。屠妖节是在阳历十月或十一月，共庆祝五天，也是印度历七月的第一天。屠妖节的由来传说之一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妖魔侵扰了我们的世界，天神下凡降魔，最后妖魔被除害了，天神与大地女神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儿子的名字叫纳拉卡苏兰。纳拉卡苏兰是光明之子，可是他与邪恶为伍，畏惧光明，留恋黑暗，禁止百姓们点灯，百姓们苦不堪言，求神除害。天神知道了，下凡和纳拉卡苏兰正邪大战，最后纳拉卡苏兰被战死了，百姓们点灯庆祝。在这一天，人们会称为屠妖节。屠妖节的由来传说之二，是印度教印度史诗 Ramayana 书里记载，二神陷害了罗摩王子，因此罗摩王子背井离乡，流放丛林十四年。罗摩王子在猴神的帮助下一起打败了魔王，罗摩王子回国加冕国王，也成为了国王，人民点亮无数桃灯庆祝国王凯旋，象征国王散发的光芒，因此家家户户与寺庙在印度历七月会称为屠妖节。